错，还是要非常的漂亮，又不像打人的。封锁起来了，我们现在连要去外面买个东西都非常辛苦啊，到处绕到处绕。北大的爸妈，对，刚刚你说我爸觉得哪里不可思议，为了买玩具跑了那么多地方啊。对，我们为了买玩具跑超多地方的，玩具真的不好买。彩虹朋友，我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角色，就只能每一家玩具店到处翻，就只因为在拉比看到一个欧洲小孩拿了一个彩虹朋友，好难哦人生。然后刚刚尼莫很想上厕所，但是真的沿路就是没有人要借他厕所，就是这个时间的那个厕所正全部都是封起来，所以正只能在梅西百货这边就是借用一下。还好我们家一定会买玩具的，而且会买 a lot， 所以不会有问题的。各位观众朋友，彩虹朋友，我们找到了啦，就是他们吧， Rainbow Friends， God 的，我真的崩溃耶，就摊贩才有。然后你看他们最近买这只，我真的怎么进买一些会做噩梦的娃娃，我真的昨天他们睡觉我还把它翻过来，我不想看到他们。今天的午餐算是一整天的食物了，我们要来这边买披萨带回饭店吃。外面开始下雨了，各位跨年的人们好暖啊。拿到我们的披萨咯，披萨在哪？耶、yeah, ！我们要回去饭店了。回去的这条路有点漫长，我们大家可能要不停的过关斩将才能够进去。哎，好紧张，好紧张哦！记得，现在8th Avenue make a right， OK？ Eighth Avenue make a right， OK。现在呢，正在做安全检查。不知道，现在这边刚好是可以进去的地方吧。反正总之大家就是兜兜弯弯绕绕的。好的，也不知道，可是我们饭店就在里面。看看等一下怎么办咯。我们回来了，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们刚刚本来一度就是有通过了那个安全检查，因为他们现在规定是后背包嘛，然后还有雨伞这种都不能带，所以我们刚刚其实一度是有通过的，跟他们解释说我们饭店在里面，可是没走几步路就被另外一个警察拦下说我们不能走那边，因为我们有后背包，我们就是要绕出去，然后从我们的那一街就是这样弯进来，所以我们又再绕出去一次，大概15分钟的路程，我们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吧，超级久的。然后在我们拿着食物有点微飘雨，所以小辛苦小辛苦，但是跨年嘛就是这个样子，绕就是也是印象深刻啦。所以呢在这边要提醒各位，就如果假设你们跟我们一样是想说要在区域内要跨年的话，我跟你们说，你们真的就是只能订在时代广场正上方那一间，而且我猜你们也不能出门哦，因为它的正门都不是在第七大道，所以变成你们其实走都还是要从旁边的小街走，那进去的时候都一定还是会再被拦截一次。那至于今天晚上怎么样，就等到我们晚上出去再说吧，先吃个饭填饱肚子。在饭店内的好处就是至少这个期间我们不用去吹风淋雨，然后晚上的时候再去试看看要不要带小孩啊。对了，好犹豫哦，把他身体穿下来，然后装到妈妈这里。大的吗？妈妈，我的试试大的吗？一番的折磨之后，磨练之后，我们先回到饭店。因为呢这位小朋友回去之后的下一个礼拜就要考段考，所以我们这次带了很多课本。
要准备来让他练习读书。哥哥，加油哦！那你可以告诉他你嘴巴怎么了吗？你是用什么？你去拿给大家看。他把这个，然后一直吸在他的嘴巴上，就变这样了。已经，嘴巴不要再吸了，不要再吸了，会痛痛吗？会吗？不会，对不对？不要这样吵架。小孩。然后呢？不好顾啊。爸爸在这边以沉沉的睡去，不敌时差。因为现在是早上，台湾时间早上6点。好，我们可能等一下11点左右试看看能不能出门。I'm Jonathan Bennett. I'm Jeremy Hassel. And I'm James Vaughn. Thanks for joining us. Cheers to 2023. Good night, Times Square. We will see you next year.你在睡在干嘛吗？2023年跨年，在干嘛？跨年呢、哦？你累累了？我累了，我都不想睡。你要去饭店里玩哦。更喜欢的饭店，所以我现在正准备要搬过去，大概在那边再待个2晚，因为距离呢大概是1公里左右吧，知道是一个不长不短很尴尬的距离，因为这个距离如果要叫 Uber 会很贵，然后我们有行李，所以就用走的吧，顺便再感受一下我们最后的时代广场。漂亮的街道旁边有那么大一坨垃圾，我想这就是大家所谓的纽约吧。到了，这次住的是这个 First Hotel， 之前在布鲁克林住过一次，非常非常喜欢，这次是看看中央公园的。妈妈妈妈，这是什么英文字母？那个好像是数字一耶。到了，没错，拉比就这样这么可爱。然后上面是一个餐厅，如果是 Brooklyn 的，我刚讲 Brooklyn 嘛，如果是 Brooklyn 的，它的下面会更宽敞一点哦，真的非常漂亮。我想要赶快，好想要赶快进房间哦，好期待哦，还有个香味，超喜欢。味道，你知道哈、哦，这是妈妈喜欢的味道，对不对？嗯，多么娘。哇！妈妈，月光在这边。哇，天哪，洗澡好赤裸啊！妈妈看。哇，这感觉小朋友就会很爱。看，这个。哦，我知道啦，他就是我知道，他就说这个楼层比较低，然后可能会是旁边这个样子。那楼层如果高呢，就看不到了吗 ？I don't know。爸爸，我们要走了吗？我们去。好快哦。
那妈妈这是什么？对，然后等下坐到这里。对，然后再转咖啡色的。好了，走。那我们就进去了。哥哥，你不要撞我，你不要因为太冷就撞我。今天的行程是要去布鲁克林大桥。现在就大桥。Yes， 哦，这个大桥很重要。现在在华尔街，这边有个超级大的，我想它应该是圣诞树吧。为什么会来这边呢？因为呢，毕竟我爸以前是做股票的，又在练习下腰。他今天在这边不停的下腰，当时就觉得哇，来到这里好像可以带爸爸来一下。虽然他现在好像没有在那么认真的研究股票了，但是就应该还是一个梦想吧。爸爸爸，来到华尔街感觉怎么样？还不错，还不错。花这么多钱是得到这样子一句话而已吗？算算算，付出不求回报，各位学着点。哥哥，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我荧幕会晃，我会被骂。我们不能晃，定住。来，哇，很搞笑。很臭，走。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来拍铜牛，排队也要拍。怎么你睡着了？你累啦？我想做饭店，我下次不要再住这边了。他们刚想要回饭店，还要等好久好久好久。假日选择来布鲁克林大桥真的是错误的选择啊！太可怕了，人超多。走不动，怎么办？还要再继续吗？到一个娃娃的摊位，哇，踩在娃娃摊位了，真的耶！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怎么办？怎么办？人多到镜头会一直对焦对到别人。娃娃的摊位 ，Oh my god， 怎么办的？太害怕了，因为就是真的是人多到一个夸张。刚刚沿路就是有反方向人就跟我们说 Go back， 所以我们就想说，该不会真的都过不去吧？真的走不到几分之几啊？有没有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啊？我们就觉得真的算了，毕竟还带着小孩。所以就赶快撤回来，只能说连假嘛，没办法，我们放假，大家也跟着放假。It's okay， 我们还是可以从这边拍一下。这么小的布鲁克林大桥，
看了那个丁海寅的那个行走报告，刚好就在讲纽约，他想要干嘛？他第一餐就想吃这个，有点像是什么鸡肉盖饭吗？刚刚居然发现离我们住的饭店很近，就想说来外带当我们今天的晚餐吃，可是排队似乎人龙有点长，只能慢慢的等待了。我相信好东西值得等待吧。Oh my god! Oh my god! OK OK， 还可以，大概跟麦当劳差不多长而已，没事的。这一次来纽约就有一个心得，就是大家都没有在戴口罩，真的只有我们在戴，就是如果想要找到我们的话就很 easy， 就是找到戴口罩的人蛮可能就会是我们的。可是这没办法，在电车上啊，就地铁电梯室内真的要脱下来好不习惯哦，看人那么多还是忍不住戴着。这个价格太赞了吧！来了我们的房间，哇，没错，这才是我想要的双床房，然后一样有这样子可以往外看的空间，但因为我们今天中午回来的时候他还在整理，所以我们就先去附近逛一逛，这样子的空间才可以。真的不得不说，我们第一次住是在 Brooklyn， 然后他的直接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双床房啊，空间真的大蛮多的，大概可能是现在这个房间的 1.5 倍大有，真的。但是整体的氛围我觉得都很棒，它就像是缩小浓缩版的就是房型，毕竟中央公园这边应该寸土寸金，所以还是很不错，还是很不错。厕所还是一样非常的漂亮，然后之前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自己的沐浴乳，然后还当时特别买回去了，但这一次来好像已经变成跟 Benford 的联名吗？还是就是合出的？下面有卖。我其实刚用过了，味道还是蛮舒服的，就是说实在我更喜欢他们以前自己的味道。我是有看好像还是有蜡烛啦，我应该还是会去买一下。厕所还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就整体的氛围还是很让人感到喜欢。但如果这间跟 Brooklyn 的话再让我选一次，我应该会选择入住Brooklyn 的，因为空间比较大啦，但是地点整体来说这边还是应该是方便一些吧。回到饭店了，敲累，谢谢你介绍麦当劳这个礼拜的儿童餐玩具碧姬公主马里奥的电影，所以现在在纽约的麦当劳儿童餐是这个、哦、他们说要就只能排队排超久的，因为今天1月1号真的太多餐厅都没开了啦。好，吃饭吃饭吃饭，今天的晚餐是来这个鸡肉盖饭的始祖，据说是始祖啦。没有很常吃，他们的白酱听说很厉害，然后上次看那个行走报告里面他说辣酱很辣，所以我这次会酌量就是加入这个辣酱。我买了 combo， 就是两个都有的口味，然后还会有那个他们的这种有点像什么披萨饼嘛还是什么的，反正下面还会有饭，是蛮香的啦。它的肉感觉闻起来是有那种大蒜香味的那一种。然后呢我自己因为太爱吃那个龙虾堡，所以我还要再额外叫一个龙虾堡，怎么素冰的？干嘛？先给大家看哦，你要这样子吗？你要这样子折折，它就会对焦了。碧姬公主 ，OK， 好，谢谢。所以跟你们说，累爆了，我现在开始吃饭了，真的太累了，今天。
现在走哪都是人，好多人。我们刚刚尤其是那个大桥的大概中间吧。哦，你说布鲁克林大桥是不是？对啊。然后我们今天本来要去帮朋友去那个 Disneyland 里面找东西。是不是还没洗脚？好吧。妈妈的脚臭臭。尼莫，我在录影哎。爸爸脚臭臭的日常就被大家录到了。OK， 先加白酱。这沙拉酱还是什么酱？我不知道哎，就是他们是专门配这个饭的酱。嗯。你要吃吗？不好意思，你得吃，因为里面有饭，你就是需要吃饭。啊，饭嘞。在这里找到了橘色的 rice， 我来吃看看。嗯，这什么？我吃不出来，有点像，没有那么酸梅奶汁。嗯，饭是好吃的，就是它饭没有怪味。OK， 我跟你们说，我没有办法再亮了，因为这个饭店房就这么暗。我还加看看辣酱好了，辣酱是什么？就是辣酱啊，很辣，辣死，很辣的。你干嘛要开罐新的，大哥？你自己的喝完了吗？哇，看起来好像有点紧张，会不会很辣？或许你已经常吃辣了，所以你应该觉得还好。哦，真的辣，第一口就辣。那有到很辣吗？嗯。它是那种很直接的辣，就是，很直白、很粗暴那种辣椒酱 ，so directly， 烤焦啦。你有看到他的名字叫他们叫谁吗 ？Rainbow Fresh， 答对，茶壶朋友，送你全心全意。他这个。龙虾堡是有点用洋葱的那种去做沙拉调味的，那种凉拌沙拉的感觉。但有一派的沙拉的那种内容物是会用大量的洋葱去做调味，生洋葱去做调味，就是吃起来会脆脆的，很清爽。当然就吃完嘴巴一样臭，可是 I don't know， 可能因为我以前吃的时候最开始吃热的，所以我对这个。龙虾堡的印象就是停留在它应该要是热的，也不会难吃啊，就是需要时间适应一下。第四天、第五天、第几天啦？我已经过到都忘记日子了。好，反正呢，今天的重点二九三三一，今天的重点对耶，第五天，今天重点是 NBA。Yes， 没错 ，NBA。你知道我们要看哪一队吗？I don't know， 问爸爸。好，我们今天要看是没错，阿公说了。他直接穿了，你看我们今天多像是真的来观光，跟那种到电视面观光的亚洲人。尼克对上太阳，但 Booker 受伤了。小心那哥哥。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今天的比赛时间是下午三点开始，那我们前面的想说，那我们到中央公园来走一走好了，因为我们昨天换的饭店其实就在中央公园对面。上一次没有到中央公园走一走，好可惜哦，因为其实中央公园是蛮多景点的。所以想说好，那这次就刚好有点时间，我们就走一走，然后等一下再去看 NBA。今天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松散的户外行程，反正跟长辈还有小孩在一起，能够多紧凑呢。哎，松鼠哎，我们刚看的松鼠，小布尔还在，熊布尔呢？他在那里呀、啊。
个活蹦乱跳，还会跳耶！活蹦乱跳的那只叫小龙。我想要给松鼠，给它吃香蕉啊！想要给松鼠吃香蕉，松鼠吃香蕉吗？是的。真的、哦？嗯，但是如果有松鼠，我们家的猫咪可能会吃掉松鼠。那请问一下，请问这是林心如吗？怎么会在这边看到林心如呢？在那个欲望城市里面，夏绿蒂就很常在这边跑步啊。我们可能就是看能不能住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跑步。哦，所以你觉得说他们这边就是像住在大安森林公园？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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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的梦想说出来了，未来的目标希望可以搬到那附近。有在看房，有在看房，感谢各位，感谢各位，谢谢关心，谢谢关心。有人关心吗？自己说。你刚说美国人怎么样？没有，你说嘛。我妈刚刚说美国人会打宝可梦，这边随随便便都怎么样？可以凑齐个二十个人，二十个人，对，这边都二十个人，凑到了、哦。对 啊，台湾凑不到，比较少。你是每次都还自己带个什么六只手机去凑？没有，不讲哎，他会害羞。像打人的，小弟来了，小弟来了，助阵助阵，小弟小弟，你们不要再跑啦，我镜头不能再拉了，你们的爱好负担啊，孩子，温柔 ，gentle， 不要浪费了。哇，去去去，快点去接去接去接去碰，快点。今天看到一个欢歌化妆室的影片，他们就是用这个睫毛膏，然后好来试看看好了，刚好经过 Sephora。 我们今天的主要行程就是要去看 NBA 啦啊，但是因为就是很怕他们这个包包尺寸有限制啊，一大堆东西限制，想说相机先不要带好了，所以接下来今天就是用手机录影，就大家发现手机录得更好，傻眼。你要看 NBA 了，你有什么感觉吗？很兴奋。感觉怎么样？很好啊。上次说，哎、欸，我们要去看 NBA， 说不用不用不用，我有兴趣的还是湖人，我就说我们要去纽约，你跟我讲什么湖不湖人的？真是的，还挑嘞，可以看 NBA 就要偷笑了，还挑，真受不了。全家都在换装中，各位为我们所有人都准备好了球衣，在来之前就买好了，好快速哦，真的是。
妙了，好难得啊！男生的厕所大排长龙，我们都上完厕所出来了，就我刚刚看饭哥他们才刚进去。因为看球赛的男生比较多啊。哎 ，Happy New Year！ 耶，结束了，尼克赢了。不得不说，纽约的主场真的是。很多人呢、欸，刚刚就显示全部的票都卖光了，商机无限。嗯，结论是这个。希望大家有机会就可以来现场看一次，感觉真的跟在电视上看很不一样。第二场、第二节和第三节中间，有时候会陷入一个就是安静的一个小昏迷。没。回来的路上呢，会经过洛克菲尔中心。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哎，不如来看一下吧。结果，满坑满谷的人，真的是廉价，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没办法，就是草率的，就这个还是有跟这个非常非常大的树拍了一下。赶快再离开。第六天，我们现在在哪里？机场。没错，我们在机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要走纽约回家，但是因为，payload 太严重了，好专业。总之就是我们的员工票好像没有机位，所以呢，我们现在换一个方案，就是搭国内线，从纽约到洛杉矶，再从洛杉矶搭我们家的飞机回到台北。嗯，没错。那现在我们正在这个达美航空这边准备要 check in， 有点紧张，因为今天好像是复工的第一天吧，所以其实机位还是很满。很可能就是大家都要分散走，那就只能说祝我们好运咯。好的，这次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呢，我们其实就常会说到美国行李不要上锁，因为他们常会做一些检查什么的。那这事情我好像忘记传告给我妈了，我妈就这个行李箱呢，她就把它锁起来了，结果真的她是这样子锁起来的哦。我们是这样子锁起来的，这是扣子，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直接把它剪断，直接把它剪断，没错 ，remove 就被剪断了。然后呢，这个拉链就坏掉了，坏掉之后它就打开了嘛，他们破坏掉，他们就打开了。破坏掉之后，里面每一个东西有拉链的，全部都被打开来检查，包括有一个放卫生棉跟护垫的也被打开来检查。我妈身心灵受到极大的打击啊，因为她就是身为一个就是乖乖牌，她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就没想到。行李居然被剪开了，最重要的是这个就直接这样坏掉了。他说陪伴了十年的行李箱，然后本来说想要去问看能不能修，但根据我们公司的同事说法，
现在就你拿去修都至少要半年以上才有可能可以轮得到或者才会等得到。算啦，拉链这个东西是这样，我跟你讲真的，其他我们其他件啊全部都没上锁，都没有被检查，就只有这个你一锁它就真的把它剪开来，而且它真的是硬把它剪开的，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发生啦、啊，只是跟你们说我们碰到这样的状况，毕竟每个人碰到的状那个就是安检人员啊，然后碰到的工作人员不同嘛，作风本来就都不太一样，有时候也可能真的就是运气而已，没什么。登机证啦，我人生第一张达美的登机证，因为我个人本身有个怪癖，就是我不爱搭我们家以外的航空公司，没有安全感啊！想不到现在居然要来搭美国国内线。现在在管制区内等机位，好紧张哦，好紧张！小朋友正在写考卷，因为回去就要断考，加油！内线出体验，我们目前已经被。offload 掉两班了，我们现在往第三班前进。没错，我们就不停的往前，不停的往前，但是前一班迟到客人不停的往后，不停的往后。没关系，继续的。这就是员工票，我们直接呈现给大家看，好不好？天哪，太感动了！我们拿到位置，我跟你，我现在不管我会不会。会不会晃哦？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直接狂上飞机，我要让你们感受我的速度感。我们上飞机了，各位，我现在好紧张哦！飞机还没起飞之前，我都不敢说话。啊，天哪！我在发抖，我在发抖 ，shaking shaking。你看国内线有好多小动物、哦、一般大概都会有三到五只狗狗啊猫咪之类的。拿到行李了，太好了，总共五件，一件都没落下，太开心了，好辛苦哦。现在时间11:58，啊，我们总算到我们的饭店了，好累哦。其实应该不是11点，因为纽约跟 LA 还有时差，还有3小时的时差，所以现在其实应该是 LA 凌晨3点。我们今天过得好漫长。现在饭店了，你们看这个饭店有多可爱。这是一个离机场很近的饭店，那我们会选这个饭店就是因为我们想说最后一天如果要去机场，这样速度也比较快，这样今天真的是太未知了，所以我们就想说不要订太远的饭店，怕到市区也麻烦啊。有点温馨，好可爱。